一身脏干了。现在刚刚抓回来的鱼，就马上就拿来煎，拿来煮，有好吃的跟着就会不错了。拜拜。抓了田螺，抓了鱼回来就有米吃。有啥东西你过过来呀？原来就有玉米去了啊！今天来到舅舅家也去抓鱼，然后玉米也能吃。那小朋友大家都来吃玉米。嗯，这个是糯玉米啊，自家种的。这种才好吃。炒豆角啊，老表老表。萝卜干煎蛋，第一碗饭已经打好了。来到这里，我就也是当做自己家了。香港的，上好，上好，上好，欢迎你，你看我这个香港的火腿。来，把它切碎，萝卜干也是自家晒的。这只鱼说减肥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他说喝水都胖了。没有，他以前减的时候瘦得很厉害的，但是其实是减肥吧，减了几年。他以前很肥的，哇，好标准啊！他减过肥的，很瘦的减下来。后来反弹了，没得多久就反弹。好可怜啊！没脸见人，他每天就啃一条青瓜。打好了，现在就拿来清蒸。当当当当，鱼已经蒸熟了。来，准备开饭。来来来来来，哇！当然开心了啊！今天啊，舅舅去抓了那么多鱼。西红柿、豆角。黄瓜脆都是自家做的，虽然不是大鱼大肉，但是你们家菜也不错，很开胃。哇，又来了，蛋煎两个干。咦，拿饭过来，放到这里吧，放到这里炸饭。凉水，我闻了，我觉得我们觉得里面。那怎么里面？咬啊！没果果，快点，还能咬啊！加醋，没有干，没有干，没来。哇，很嫩滑。嗯，好吃的，天哪，嗯，真甜的。一抓就抓，拿就拿一手。好吃，好吃。嗯，确实这个水库鱼真的好吃，又不用人喂，也不用人养。你得是炫晕。嗯。认识啊，家里面想去鱼，哦，马上就去水库那边抓了。嗯，那怎么弄呢？反正你。大家好，九妹今天就来包莲粽了。这个莲粽这里，你看这个米是金黄色的，已经放了那个碱水。这边这个是红豆，要把它摊薄一点点，然后里面就可以放红豆了。其实这个端午节呢，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习俗，各种各样的粽子都有，有些包三角粽、水晶粽、红豆粽、猪肉粽都有。广西灵山各种各样种都有。这个江头种吗？也是跟之前那个大众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包。哎，张坤。哎，张坤。哎，宝琼。
后嘴我到你看看我的啥个嘴俺敢我买吗哈哈走人家得干点什么说啦敢我平静些啊得得得得我把握中来真有说过没你定他提拔了啦没意外我得熬夜啊你这个地板我太太对哦我在家这里包中几啊四哥要找我来帮他看荔枝看看能不能卖呢我还要把我的中几包好小小一条到时候一咬一口口的就可以了好了今天你看这里包了几十条了现在就去帮忙看荔枝跟我去吧也跟四哥去一下子下雨又一下子出太阳在那边这就是四哥家的荔枝树了这些还没有熟像去年呢这里的地方全部长满到今年减产了80%没有多少的荔枝怎么样卖不卖得动这种啊四哥家的技术杠杠的哎呦讲得害我好多啊那水毛拜拜我问四哥能不能尝一下等一下来看果都不没得尝那不好吧我要你尝怎么帮我推是不是等一下连你都说不过去了对首先要顾好我的嘴巴好不好吃以后才可以跟朋友们分享来这个是白糖樱太好吃了水分甜甜而不腻反正每来一次看看水果的话都要吃个饱以后又拿了一点回去给九哥尝一下能不能通过才可以采摘的所以呢我拿这一点就够了今年贵啊你要拿多我也心疼啊拿这点就好了来要爬树了这个树已经30多年了很小啊就是四哥的老爸他种荔枝很有那个经验呢朋友们你们看他这个荔枝合格吗合格的话那我就答应他了给你们看过先啊现在我就爬上来摘拜拜了刚加上来又有朋友打电话过来说要现在四哥就拿个袋子装给其他朋友这个发到上海的四哥的朋友要里面最长的都是这一棵了现在刚刚伯母带我过来了他说这边还有一条也是希望九妹过来看看然后看看能不能帮助销售啊养呢不错啊大家给个意见反正我吃的口感很不错你看够不够好喝甜而不腻你看这个籽那么小肉厚水分足又加了一个等一下我吃这个立竿的吃得饱了回家了拜拜